啊，来，所以你们可以点名了啊，所以你们可以点名了哦。OK 啊，所以请你们打开你们的那个 camera 哦，然后就是请准备你们的那个综合科学下册的课本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会进入第三章，那个人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啊。所以其实第一章跟第二章呢，就是会由你们的物理老师来就是教你们。哦，来负责那个第一章跟第二章，所以如果我们深化的话呢，就是会从第三章开始，OK？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啦啊，对啊，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喽。哎，还有一样呢，就是记得点名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请大家翻开你的课本，就是第65面呐。OK，就是第65面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皮肤的结构。OK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，就是这一个章节呢，其实就是会教到你们有关于就是那一个感觉的部分呐，就是我们五个感觉器官呐。就是五感哦，呀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你皮肤啊、你的嗅觉啊、你的味觉啊、你的听觉啊、你的视觉啊，这一些全部都是我们的五感，呀，五官。哎，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来看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触觉那一边，呀，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皮肤那一边的部分啊。哦，所以其实皮肤呢，是我们人体里面最大的器官，呀。皮肤呢，算是我们人体里面最大的器官了。可是呢，最大的器官的话，当然你就是必须要去认识它啦。OK，所以其实皮肤这个结构呢，它也是数一数二，有很多名字要你们去背啊，也是数一数二，有名字，很多名字哦，要你们去背啊。哎，尤其是你可以看到，这是第65面哦，哈。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呢，OK，它这一些名字呢。其实你也不需要全部都是要去背啦，呀，可是大部分你要去背，呀，这个是一定的哦。所以呢，你比如讲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皮肤呢，它就是会有三个主要的粉层，呀，三个主要的粉层，我们就是会有表皮，我们还有真皮，我们还有皮下组织，呀，皮下组织呢，一般上都是由脂肪组成的啦，OK，由脂肪组成哦。哦，我们皮下组织厚还是薄呢？那个是要看个人啊。给有些人脂肪多啊，它就比较厚咯。呀，有些人脂肪少，它就比较薄呀。所以这些都是要看情况啦。只不过呢，就是你们必须要背的就是表皮、真皮跟皮下组织这三个是一定要会有的。OK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个来看呢、啊，就是表皮到底有什么东西，真皮到底有什么东西，然后皮下组织有什么东西啦。所以在第65面那一边呢，尤其是你们读图下面的那一个第一段啊，OK，读图下面的第一段哦，呀、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皮肤呢，它其实比如讲，哦，皮肤这一个整个的话啦，当然我们就是有毛啦，呀、啊，我们当然就是会有汗腺哦，当然也就是会有血管啦、啊。等等之类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到底是在哪里。OK，所以呢，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就是表皮。其实表皮本身就是会有分为两个的。你看，就是在你们的第65面啊，读图下面的第二段啊，所以请你们 highlight 起来。OK，所以呢，其实表皮呢，它会分为角质层跟生长层这两个，你们要会。OK，表皮层跟生长层啊。所以这个呢是会比较摸读生物那一边呐、啊，所以生物呢一般上都是要背，就像跟你们死交啦这样，呀、yeah?，所以呢这里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角质层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皮肤最外层，它也属于表皮，好、哦，所以可是呢，它角质层那边就是我们最外面咯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碰到的啦，呀、yeah?，现在你摸你自己的手，摸你自己的脸，其实你就是在摸着表皮的角质层，呀、yeah?，表皮的。角质层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角质层里面它其实是由什么
功能跟有什么特点啊？结构的特点呢？OK，所以呢，一般上呢，其实角质层呢，它就是由就是由死去的细胞构成的啦，所以这些细胞呢排列其实就是很紧密，然后再甚至呢，就是它的功能呢，其实就是要保护我们呐，就是不要让细菌跑进去咯，然后甚至是防止我们体内的水分过度蒸发等等之类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说我们的水蒸进去。哎，我们的手啊，蒸进去水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难进水的嘛。如果你的手蒸进去水里面，然后你的手呢又肿起来变成大大只的话，那个就是不能防水了咯。所以呢，我们皮肤呢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防水的性质，OK，一定的防水性质啦，OK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像跟一个棉花或者是像跟一个海绵这样，一蒸水你就变肿起来了，那个是不可以啦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就是我们表皮角质层的功能哦，然后甚至是它还有另外一层，就是生长层啊，就是说角质层下面再多一层呢，就是生长层，就是说有时候你的手啊，不小心被那个东西啊，割到一层皮起来啊，可是你还没有看到它流血哦，这一层呢，其实还算是一个表皮呀，凡是你流血的部分呢，都算是真皮的。可是呢，表皮是没有你的血管嘛，所以呢，你割到一层皮过后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没有流血哦，就只是普通前面一层皮断破掉不了，或者是你的脚板下面哦，脚板下面的话呢，一般上，比如讲你的脚趾啊，下面的话，因为你的脚趾是比较粗的嘛，你的下面的皮如果割到一点点，就是一点点的皮出来的话，其实还没有流血啊，那个其实还算是表皮里面的，OK。所以一般上表皮呢，如果它被去除掉的话，其实你都是不会流血的呀，因为血管都是在真皮。然后，所以这一个的话呢，表皮的话，它下面又有另外一层，就是生长层哦。所以生长层呢，其实就是就是有很多就是分裂增生的那个细胞啦，就是有很强的分裂增生能力的细胞咯。然后甚至是呢，我们还有黑色素的细胞。诶，为什么我们人类晒到太阳会变黑啊？这一些就是因为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表皮下面的那个生长层就是有这个黑色素啦。所以呢，这些黑色素呢，这个我其实是也不用讲的太多了，OK，因为毕竟黑色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嘛。所以哪怕是你大气球，还有大气层，哎呀，大气球不啦，嘿，大气层那一边呢，它里面就是会有那个臭氧层，可以帮你 filter 掉那个紫外线。可是那紫外线不会完全被 filter 到完哦，不是100%它还是会有一点点跑进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黑色素是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那些 extra 的紫外线哦，虽然我们讲紫外线是可以杀菌呐，只不过重量的话。是会伤害到我们的，OK 啊，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表皮那边就是会有两层哦，记得啊，角质层跟生长层角质层是最外面，生长层呢就是在就是下一层就是下一层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两个都是表皮。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接下去哦。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在你65面啊。都是在你65面都可以找到的然后黑色素那一边的话呢，可能你就是要翻去66面那一边哦因为65它是会连接跟66面所以这个两个啦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呢，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看回这个图里面因为毕竟。你不只是单单只有表皮不了吗？你还有真皮跟皮下组织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，就是真皮的时候，也就是在你第66面第二段那一边呢、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就是真皮的时候所以呢，真皮它有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只是纯粹就是在表皮的下方，因为表皮呢，我们就是会有学到就是那个角质层跟生长层嘛。所以呢，生长层下面那一层的话就是真皮了咯。所以真皮就是说，如果你每次你的手被割到流血，means that 就是
你伤到真皮了。呀，如果你割到手没有流血的话，means that 你还没有伤到真皮，呀，你就只是纯粹割到你的表皮罢了，呀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血管都是在真皮里面的，呀，都是在真皮里面的。OK，所以呢，这里的话呢，真皮呢，它其实就是有丰富的血管，甚至是跟神经啦。呀，我们讲神经是什么呢？神经呢，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些的东西。呀，比如讲疼痛呀，然后冷热、压力、热这一些东西哦。所以因为神经呢，它会把这些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一个刺激啊，传去给我们大脑，让我们的大脑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个感觉是什么。比如讲，你摸到一样冷的东西啊，为什么我会觉得冷？就是因为大脑告诉我们啊，不是大脑啊，sorry，就是我们脑部啊，告诉我们，这一个感觉是冷的。OK，所以呢，当然，神经是负责传送那个信息啦，只不过负责制造出这些刺激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感受器。你看，神经。这一个部分呢，你可以当成是就是像跟你的 cable 这样，你的 wire 呀，就比方说你的滑鼠如果不是 wireless 的话，你当然就是要接 USB 的嘛呀，所以神经的话呢，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是好像一个 cable 这样呀，它要连接跟你的脑部哦，然后做出刺激跟感应的呢，就是这一些感受器，OK 啊，哦，就是放出这些 signal 的啊。就是我们这一些感受器，啊，我们有很多种感受器哦，比如讲有痛的感受器、触感受器，还有冷感受器、热感受器、压力感受器，一大堆的感受器。OK，这一些感受器呢，就是会被刺激，然后放出这一些信息，然后再经由我们的神经线来传去给我们的脑部啦。这样，你看啊，有神经，好，就帮我们传去。给我们的脑部咯，我们脑部在分析，然后再来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感觉了啊？你摸了是舒服，摸了是不是冷还是热？这一些都是我们脑部告诉我们。哎，负责做出这些刺激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些感受器咯。呀，只是呢，一般上呢，如果你讲考试会问的话呢，啊，当然它是会给你一个结构，呀。当然，它就是会给你一个结构啦。然后呢，它给你的这一个结构到过后呢，它就是要就是要让你标出，这一个是什么感受器，这个是什么感受器等等之类啦。只不过呢，在这里的话，热跟冷的感受器呢，在你 science 都好，还是有些的那一个作业都好，可能它的结构会有一点点不同。OK 啊，每一本书它，尤其是这个热跟冷的感受器啊，是很 confused 的。OK 啊，如果万一你真的是区分不来的话啦，你就要看它的结构先哦。OK 啊，有两个方式。OK，热跟冷哦，就是要你们记录下来啊，有两个方式可以区分它们。OK 啊，第一个的话呢，你就看大小。OK，小力一点的话就是冷的咯，给它大力一点的话就是热的咯。OK 啊，好，第一个方法啦。是大小咯。第二个方法的话呢，有时候热跟冷呢，他们都用同样的图。OK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们倒反都不会错，对吧？你们倒反的话，其实都不会错。好，所以有两个方法哦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要认它的大小。OK，如果大的话就是热咯。OK，小的话就是冷咯。OK，可是呢，我不能排除有些的作业簿，就比方说 science。这个是你们要上到初二就会学到，诶，比方说 science 啊，它有很多个结构，就是你可以去 check Google 一下都可以，哦，就是那个 cold receptor 跟heat receptor 这两个呢，英文是叫 cold 跟 heat 啊，OK receptor 啦，所以这一些呢，其实你去 check 一下啊，它的图呢其实是差不多是一样的，是很 confused。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就是你倒反都不会错啦，呀。所以一般上呢，你可以看到痛的话，痛的部分呢，痛的感受器都是会在上面的，哎，就会在上面咯。哎呀，触感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它会很靠近表皮啦，哎，触感跟痛感受器全部都是会靠近表皮，对啊，因为这一个呢是自然的，就是
如果这两个必须要在表皮那边呢、啊，呀，因为你要碰一样东西，或者是你被刀割到啊，还是什么的话，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。OK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其实是蛮重要的，所以呢，它必须要在，就是要靠近表皮啦。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压力感受器。为什么我们每次要承受啊压力的时候啊，你就是要处处力按一个桌子，你才能知道哦，它到底是硬还是软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呢，就是要让我们的那个压力感受器受到刺激了，所以我们才要处处力呀。因为这个压力感受器呢，都是会在真皮的下面那一边，呀，哦，下面那一边，所以呢，我们才必须要处理哦。每次按一样东西，哇，我要按到很出力，你才可以感受到。呀，所以呢，这一个的话呢，为什么压力感受器就是这样的原因啊？在下面，OK，所以呢，这一些呢，其实都是会介绍到跟那个真皮里面的一些些的结构啦，OK，真皮里面的结构咯。所以呢，当然真皮里面呢，除了这一些感受器以外，当然它还有那些汗腺呐、毛发啊、跟油脂腺呐、啊，你看，你可以看到就是汗腺。哎，这个是毛发，sorry，汗腺这里，然后毛发这里，然后油脂它其实还有一个油脂腺呢，呀，为什么啊？这里哦，油脂腺哦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皮肤会出油，呀，会出油，homeostasis，如果你热的话会流汗呢，也算得上是一种的 homeostasis，OK，对对对，不错哦，就是你懂得这一个名字啊，所以其实我们。人体呢，我们是有那一个所谓的恒定的，就是说你的温度不可以超过，也不可以少过，它就是要 maintain，就是要保持我们人体体温在37度呀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整个人就会死掉了，因为你很多的那个生命的活动啊，都是会完蛋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喜欢37度了，少过或多过都会死掉哦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会流汗哦。啊，来冷却我们自己啦，这个算得上是一种的人体的恒温啊。OK，所以因为我们都是恒温动物嘛，啊，我们都是恒温动物嘛，所以呢可以自己 control 自己的温度。哦，只是那个是 extra 啦啊，所以呢我们再回来，所以呢这里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真皮那一边，我们是有汗腺、有血管，还有皮脂腺哦。OK 啊，汗腺就是让我们流汗的啦。皮脂腺的话呢，其实也算得上是一种的保护的，我们身体的那个保护的系统。OK，因为它就是要 block 掉那一些细菌，跟 block 掉那一些灰尘。OK，所以其实我们脸流汗哦，其实不算是肮脏啊，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。呀，自然的反应啊，coordination 是调节，对，呀，它会调节我们的体温。呀，所以我们流汗其实是要冷却自己，然后调节我们的体温哦。呀，就酷到了。为什么你热的时候要去冲凉？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冷呐、啊、，OK 吗？要让我们身体冷却咯。所以因为我们身体不能自己去储水嘛，所以它就是要流汗呐、啊。呀，哦，因为我们都不是棉花，你棉花的话，你转的话，水会出来嘛。哈、哦，我们人体又不是棉花、哦。OK，所以就是这样哦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就是真皮啦。所以真皮的话，它就是会有感觉功能，OK，有排泄功能哦。排泄功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流汗，然后当然还有散热啦。呀，因为我们人体，我们人就是一个恒温动物，呀，它都是我们会自己 control 自己的温度的。呀，透过什么方式呢？啊，第一个就是流汗，呀，还有很多啦啊，可是其中一个就是流汗哦，呀，或者是发抖咯。冷的时候就发抖咯，热的时候就流汗咯，这些都是会用来控制我们的体温，呀，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汗腺的话，它就是用来散热，OK。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还有皮下组织，呀，最后一层就是皮下组织啦。所以皮下组织是做什么呢？皮下组织就是用来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脂肪，它其实就是用来保温呐，对呀。如果你的脂肪很多的话呢，其实你是不怕冷的 ，OK，比较不怕冷呐、啊，比起那些瘦的人，呀，就是说比较肥胖的人呢，一般上，他们新陈代谢会比较高一点，然后就是他怎样讲，会比较保温一点呢、啊。
你看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需要到脂肪的，okay? 尤其是在保温那一边哦，呀，就是保温那一边啊，我们也是需要到脂肪的，就像跟北极熊这样，它们皮脂是很高的哦，呀，或者是鲸鱼，它们里面的皮脂也是很高，因为就是要让它们承受这一些寒冷的地方啦。哦，你不要讲以为海底不冷哦，海底其实是很冷的啊，给，okay? 为什么鲸鱼？它会有这些皮质，其实就是要保护它们。OK，毕竟鲸鱼也是一个恒温动物哦。OK，然后呢，再接下来的话呢，Hello，Hello，担心，因为 unstable 啊，所以再接下来的话呢，它就是要缓冲机械压力咯，就是说要 absorb 那些 shock 啦。OK，为什么我们的那个handphone 呢要包这些手机壳？就是因为我们怕那个电话。叠在地上的话，可能会摔坏啊，还是什么啦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保护壳来吸收那一些冲击力咯。所以呢，皮下组织呢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它可以缓冲我们这些机械的压力啦，就是说可能它会吸收一些冲击力啊等等之类的，哦，所以也是一样，算是一个保护我们身体的其中一层呀。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这三层啊。好，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第66面讲到的部分啊。只不过呢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只不过你可以看就是在下面一点呢、啊，就是想一想的部分。对啊，这些呢其实就不需要你们现在就抄啦。如果你来不，你想要写上它的答案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 screenshot 下来。如果你不想要全部都抄到完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直接抄这个我 highlight 的字就可以了，呀，我 highlight 的字，好，所以比如讲就是会有一个保护层哦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防止水分过度蒸发，然后吸收紫外线，哦，感受各种刺激，哦，甚至是可以让我们避开伤害，呀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反射动作来的，OK，然后呢，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可以排泄我们体内的废物。哦，汗腺的话呢，除它排出了汗水，除了可以控制我们体温以外，它其实汗水是我们里面有尿素的哦，呀，因为我们流汗过多的话，不懂你们有没有，就是察觉到了啊？你如果很时常流汗，或者是流汗过多的话呢，你很少小便的，哦，你甚至是你的尿的量啊会很少，呀，因为它是会 balance 的，诶，如果你流汗太多的话呢？你的尿就会很少咯，啊，因为那些尿素啊，其实都是会从你的皮肤那边排泄出来了，哦，就是说你的皮肤、啊、沾满着尿素啊，啊，如果你流汗的话，哎，不是个例哦，这个是自然的啊，OK，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话呢，第六题，其实汗水除了排泄以外，它还可以帮我们散热啦，啊，然后第七当然就是保温跟缓冲那个压力咯，OK，缓冲那些压力了啊。哦，等等之类啦。OK 啊，这里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呢，你可以抄下这些 highlight 的字哦，这些都是你想一想哦，考试可能会问你的啊。OK，因为这些呢都结合了哦，表皮、真皮跟皮下组织的功能啊，这些都结合到完哦。呀，因为前面一二都是讲这表皮，OK。然后，三四五六都是真皮，呀，三四五六都是真皮，然后气就是皮下组织，哎，这个已经是结合了我们三个皮肤的结构的那一个功能啊。哦，一二是表皮啊，三到六都是真皮啊，last 第七就是表皮啊，啊，那个皮下组织啊。对吗？哦，所以其实，这些答案并不是一定的啦，诶，就只是纯粹从你课本那边 copy 出来不了，对啊，哦，所以其实是可以从很多层面来回答的哦，哦，并不是绝对啊，我只能这样讲，诶，对啊，可以吗？来不及抄你就 screenshot 了哦，记得啊 screenshot 啊，啊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。
行啊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再接下来就是你要怎样保护你的皮肤？OK，怎样保护你的皮肤呢？第一个你能想到的就是多洗脸一下啦，OK 哈，就是说不要那个脸啊肮脏到黑到完全部啊，还是油到完全部啊，你才来洗脸啊，这个也算得上是一个保健啊，OK，照顾你自己的皮肤，呀。所以下面呢，那个皮肤的保健呢，其实比较 more to common sense 一点呢，所以我也不会讲到太多，我就是类似好像讲了带过一点啦啊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个好了没有？好的话，我接下来喽。OK 啊，所以我 next slide 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的话呢，这一个就是我们3.1最后一个部分哦，就是皮肤的保健啦。OK 啊。我懂，有些人呢，有些的学生呢，他们天生啊，就是有些人啊，天生就是啊，青春期是会长痘痘的哦，甚至是有些人呢，青春期的时候他的痘痘又不少的，OK，不少。然后呢，有些人就是很少不了，OK，你看到他青春期就只是冒那一两粒痘痘就这样不了，然后皮肤很好了，OK，有些人呢就是嚯，满脸痘痘到完全不啊，这个是要看呐、啊，看个人的啊，OK。所以呢，这一些呢都是，当然你皮肤长到很多粒痘痘的话，当然你就是要保健一点哦，可能涂上一些的护肤品啊，甚至是一直都洗脸啊等等之类啦。总之就是要保护你的皮肤就对了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当然你随着岁数跟年龄的增加啊，我们的皮肤呢其实是会慢慢失去弹性的，就是说你所谓的胶原蛋白会变少去咯。OK 吗？就是说不会像跟那个哈达拉波讲啊，短一短，懂吗？OK，哦，那一个广告哦，他的哈达拉波啊，还一直短一短一短一短哦，涂的时候会那个那个其实是广告罢了啊，不是真的啊。OK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年龄增加的话，你变老的话呢，其实那个弹性会不见掉了的，慢慢不见去了啊。除非呢，你很厉害保护你的皮肤啊，那个不用紧。OK，就是说你时常买那些很贵的保健品啊，哦，一直给你的皮肤刺那些补肺啊，好、哦，我们讲刺补肺啊，然后就是说买一大堆那个保健品，啊，护肤品，啊，涂到满脸到完全不，啊，这个很固的那个就 OK 啦，啊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固的话呢，啊，你老的话你就会看到了，啊，就是会有皱纹呐、啊，啊，哦，那个斑纹呐、啊，老人斑呐、啊、等等之类啦。甚至是呢，如果你暴露在紫外线下的话呢，你的皮肤其实都是会很快老化的，OK，会加速哦，老化就是会加速哦。为什么女性她们很喜欢晒就是在太阳底下拿着雨伞，因为她就是不要照到紫外线呀。那些会顾的话呢，她们都懂的，OK，就是说她们不喜欢暴露在太阳底下了。甚至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会涂那些防晒呀，其实都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。OK，所以就这些都是皮肤的保健哦。哦，然后甚至是呢，其实为了要保持你的皮肤的健康的话，当然你就是要摄入足量的水分呀，喝多一点水。简单来讲，OK，喝多一点水，然后户外活动，当然我们讲晒太阳是好的啦，只不过你晒5分钟就可以了。不要晒整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对吧？只是会在破坏你的皮肤的。OK，哦，然后当然就是要注意你的皮肤干净啦。呀，就是出去外面肮肮脏脏哦，运动，然后又被那些灰尘打到脸啊，还是什么啊？哦，皮肤肮肮脏脏到完了，你就是要冲凉咯。呀，就是要注意皮肤的干净啦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一些都是皮肤的保健哦。皮肤的保健啊，这样哦，因为毕竟你如果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，可能会中皮肤癌的哦，呀，因为紫外线太多了，呀，紫外线太多了哦，哦，所以等等啊，一大堆了啊，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这些呢，其实是你们可以在课本第66面读到的啦啊，所以这一个我只能讲是 common sense 咯。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下一个部分呢，我们是下一堂课才来讲啦。哦，只是
我讲了太多废话了，呀 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是会比较深入那个触觉、压觉、温觉啊、痛觉等等之类啦，呀，就是刚才我有告诉你们的咯 OK，就是这些痛感受器、冷热感受器、压力感受器、触感受器等等之类啦，呀，它都是有名字告诉你的啦，OK。它有名字告诉你啊，痛就是讲会痛咯。触感的话呢，你摸一个表面，它是粗还是滑啊？这个就是会告诉你呀。然后呢，那个压力感受器呢，就是指硬还是软呐、啊？呀，你出力压一个桌子，哇，它很硬啊，那个就是压力感受器咯。冷热不用讲了啦，呀，冷热我就不讲了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3.2会比较详细告诉我们啦、啊。只是这一个部分呢。只能跟你讲，神经线其实就是类似好像一个 cable 这样的呀，因为还要连接我们大脑。OK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哦。OK 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你们功课记得交啊。下一堂课我们就是会进入，先进去 science 作业簿先，Chapter 9啊。Form 1 science 作业簿啊，下一堂课。哦，Chapter 9啊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哦。OK 啊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啊。好，所以我要断开那个 meeting 啦。第十章的答案谢谢我老师。，OK，给第十章的答案谢谢老师。，OK，给第十章的答案我要确谢谢老师。认一下。啊哈，OK，不客气。哦，如果第十章的答案呢有没有放，我要 check 一下啦。我看一下。OK，没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这样哦。谢谢老师。OK。